大家好，我是张向东，现在在美国的旧金山湾区给大家分享大学。康诰曰：“克明德。”大家曰：“故事天之明命。”地点曰：“克明俊德，皆自明也。”康诰是《尚书》《周书》中的一篇，克是能够，大假即太假。尚书商书中的一篇，故是故念，是是是，明命，光明的德行，地点即尧典，尚书御书中的一篇，克明俊德，原句是克明俊德，俊与俊通，大崇高，杰都。尚书康诰曰。康诰说：“能够弘扬光明的品德。”尚书太假说：“顾念上天抚育的光明德性。”尚书尧典说：“能够弘扬崇高的品德。”这些话都是说要自己弘扬光明的品德，就是说你这个是品德是不是光明？汤之潘明曰：“苟日新。”日日新，又日新。康诰曰：“作新民。”诗曰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”汤，即成汤，商朝的开国君主。商汤啊，盘铭刻在器皿上，用来警戒自己的箴言。盘这里自商汤的洗澡用具。就是皇帝过去商汤在洗澡的时候，在盆在器皿的旁边也要刻上箴言：“今日事今日毕。”要仁义道德就要刻上去。苟是如果，新本意是指沐浴除去身上的污垢，使身体焕然一新；隐身意则是指心理道德上焕发新的面貌。作振作激烈，新民可证前面的亲民，可作为新民说。我现在才知道那个《新民晚报》那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世人去旧从新，振作自新。新民。诗曰：“此子《诗经》《大雅》《文王》周周朝旧邦旧国，其命自周朝所。”秉受的天命，维新是革新，是故是所以，所以是故是所以，君子品德高尚的人无所不用其极，这里是指道德的高度，自我完善。君子过去就是追求做君子的。成汤刻在澡盆上的箴言说：“如果能够做到一日新，就应该。”保持天天新，新的还要更新，这是我们要做的。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，我们每天都去做，这就是每一日都是新的，都是去更新，让自己比昨天要新，比前天，昨天比前天要新，明天要比今天要新。尚书康诰曰，康诰说，激励人们焕发新的面貌。就是改革春风吹满地，全国人民都得意啊，新的面貌。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说：“周朝虽然是旧的国家，但却秉受了新的天命，所以有道德的人无时不追求最完善的道德境界。”这是《大学》的第三章，现在讲第四章。诗云。邦及千里，为民所指。诗云：“悯慢黄鸟，止欲谋语。”子曰：“予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鸟乎？”诗云：“穆穆文王，乌鸡兮静止。为人君，止于仁；为人臣，止于敬；为人子，止于孝；为人父，止于慈。与国人交。”子于信。诗云：“此子《诗经》的
商颂玄鸟。邦畿，古代天子都城及周围的郊区。洛阳是有个周王城，在安阳有殷，也是王城在旁边。止，居住的地方。诗云：“此子《诗经·小雅》，绵蛮，民蛮即绵蛮，鸟鸣声。”止，栖息，某语，山丘上的一个角落。语止，对于居住的地方，可以，何以，为什么？诗云：“此之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，穆穆，形容文王仪表，深沉端庄，道德深远的样子。”乌叹名词，叹美词。乌鸡继续，西光明，静止，朱熹解为：言其无不静而安所止也。这个《诗经》中，包括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中，孩子起名字在这里面取得非常的多，用的字非常多。《诗经·商颂·玄鸟》说：“天子的都城，方圆千里都是老百姓居住的地方。”《诗经·小雅·绵蛮》说：“绵绵满满叫着的黄鸟，栖息在山丘的一角。”孔子说：“就居住的地方来说，连黄鸟都知道它该栖息在什么地方，怎么人却不如鸟呢？”这是发出的孔子说的。鸟它都知道它停留在哪个枝头，而人为什么不知道呢？不知道在哪里呢？诗经大雅文王说：“深沉端庄、道德高尚的文王啊，不断地发扬他的光明美德，做事时中庄重谨慎，做国君的要做到仁爱，做臣子的要做到恭敬，做子女的要做到孝顺，做父亲的要做到慈爱，与他人交往要做到讲信用。”这在古代大学中就讲了这种道理。诗云：“瞻彼其玉，露珠依依，有肥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色兮宪兮，赫兮宣兮，有肥君子，终不可宣兮，如切如磋者，道学也，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，色兮宪兮者，循礼也，赫兮宣兮者，威仪也，有肥君子，终不可移，终不可宣兮者，道圣德子善，民子不能忘也。”诗云，指的是《诗经》魏风《淇雨》，淇子淇水，在河南的北部，雨水边，露同绿，依依美丽茂盛的样子，飞是文质彬彬的样子，如切如磋，如同对孤角进行切割磋光一样，如琢如磨，如同对玉石进行雕琢打磨一样，色兮宪兮是严谨宽大的样子，色严谨，宪宽大，赫兮宣兮光明炫赫的样子，玄忘记，道说言循例借据的样子。诗经魏风淇雨说：“看那淇水弯弯的岸边，嫩绿的珠子郁郁葱葱，有一位文质彬彬的君子，研究学问如加工骨器，不断的切磋修炼自己，如打磨美玉，反复的琢磨。他是那样的严谨，胸怀宽大，是那样的光明显赫。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，真是令人难以忘怀呀。”这里说的如加工骨器，不断切磋，是指做学问的态度。这里说的如打磨美玉，反复琢磨，是指自我修炼的精神。说他严谨宽大，是指他内心谨慎而有所戒惧。说他光明轩赫，是指他仪表堂堂。说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，真是令人难以忘怀啊。
事实他的品德非常高尚，达到了最完善的境界，所以世人难以忘怀。诗云：“呜呼，前王不忘！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，此一莫世不忘也。”诗云是指《诗经·周颂》列文：“呜呼，同呜呼，叹此！前王指周文王、周武王，此以因此莫世去世。《诗经·周颂·列文》说：“啊，前代的君王真是人难忘啊！”这是因为君子们能够以前代的君王为榜样，尊重贤人，亲近亲人，一般平民百姓也都蒙受恩泽，享受安乐，获得利益。所以，虽然前代君王已经去世，但人们还是永远不会忘记他。好，谢谢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